就我的观察，上部片的平均观看时间，以及观众的留言，还有更扯的是免费抽奖活动，居然只有一个人参加，是不是一堆人看到付费公会就把影片关了？各位观众，影片后面还有介绍，免费造型抽奖了。现在参加人数极少，说不定参加就是你中，赶快去参加吧。其实独自一人面对黑暗，我也无所畏惧。Скажу тебе, что ты спросишь, ты мне так, ну, возьми мне, да, ты мне, ты мне.